一则优啊。哦，我知道，姓的是大哥哥，大姐姐毕业了，从此我们就是学校的老大了，哈哈哈。还不是，姓的是看到他们在师长的辛勤培育下学有所成，个个都从稚嫩的幼苗长成绿意盎然的大树了。然而忧的是，他们即将离开国安，到另一个天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天空。校园里的角落将看不到他们熟悉的身影了，于像这五年来大家朝夕相处，闭眼相亲。由于各位大哥哥大姐姐亲切的指导与爱护，使我们更加成长茁壮。田径场上有你们奔跃的英姿，才艺竞赛里有你们杰出的表现，球场上有我们一起嬉戏的笑声，教室里有你们更加有力的出生。六年来的快乐时光飞逝而过，一个深深提起一如今就要挥别，怎不叫人黯然神伤。在这离别的时刻，不仅代表全校师生送给大哥哥大姐姐一台，作为贺礼，是毕业送喷射机。没有怀疑，毕业送喷射机，就是希望学长学姐们一飞冲天，将自己的眼界拉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好一个一飞冲天的情绪！郎公、素郎、素丁、妹子，大家拢来撒！我也特地带来了圆规和直尺。